第七题，某喇叭会发出频率固定的声波，其前方放置甲乙两个麦克风收音器，甲距离喇叭两公尺，乙距离喇叭十公尺。若甲收到的声波振幅与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，则乙接受的声波振幅与时间的关系图最可能为下列何者？这是同一个声音，所以它的频率是一样的，它的振幅随时间的变化的状况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答案呢，应该会是在 A 或者 B 的其中一个，因为它的基本上的样态跟我们的图形所示相同，但是以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振幅要变得比较小，而我们的 A 呢，却振幅完全一样，所以应该是错的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则已接收到的声波振幅与时间的关系图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